没想到，你竟然为了救朕，不惜暴露身份。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就是我来灵族迎娶你的时候。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？我听说你们民间的婚礼就很有意思，盖着红布，晚上还能吃果喝酒。你对朕如此真心相待。 此后朕定不负你。什么？穆宣爵竟然没有死，谁能救得了他？此事确实是蹊跷，宫中的御医并无人出诊。去给我好好查查，他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是。 陛下，陛下，你醒了。朕已无大碍。昨夜的事情，可有外人看见？没有。不过，刚才太后的人来过，他们应该是想调查陛下你是如何脱险的。 昨日我为何如此冲动？难道我对穆宣爵动了真情？你是想让朕出卖他，稳住太后？陛下，心软就会失去一切，这是您自己说的。我们蛰伏数年准备反击太后，不能因为一个妃子功亏一篑。 你无需多言，朕心中自有打算。他对朕还有利用价值。陛下，您别忘了，朔野公主是您的杀母仇人，您一直以来利用她、折磨她，都只是为了报仇。灵芝，你听我说。 为什么我是你的杀母仇人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的母亲，我怎么可能杀她？那是6年前大战时的事情。6年前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真的杀了你的母亲吗？可是你亲眼所见。是。
是我亲眼所见，林芷，你不要碰我！你早就识破了我的身份，是不是？只有我还蒙在鼓里，被你的虚情假意所欺骗。林芷，是。 我是早就识破了你的身份，我原本打算是要复仇的，可是我不是要复仇吗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，以命换一命。不。 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为什么我会是他的杀母仇人？为什么？我在他眼里到底算什么？难道往日的种种，他对我所有的情感都是假的？ 王却所有，斑驳岁月残忍。望我随灵一场雪，转身奔赴来生。若有幸与你白首，命运携手这一诺，这一份。嫔妃娘娘，尊太后召见。 吧，陛下，皇妃的侍女莎娜求见。参见陛下。你来做什么？奴婢想替皇妃娘娘求情。 你一个下人，有什么资格来求情？奴婢想用一个秘密，交换皇妃娘娘的安全。陛下若能对皇妃娘娘网开一面，奴婢就告诉陛下，当年陛下母亲死亡的真相。这个秘密是我在幻族皇宫偷听到的，连皇妃娘娘都不知道。陛下，尊太后召见。 儿臣参见母后。陛下身体如何？托母后的福，当时儿臣穿了软甲，宦妃只赐穿了儿臣的皮肉，并未伤及心脉。母后不必担心。是吗？受伤那晚，可是灵妃守在你的身边。回禀尊太后，臣妾会一些简单的医术，就留下来照顾陛下入睡了。简单的医术。 真没想到，曾经为奴的灵妃还会行医治病。入宫之前，臣妾跟着江湖郎中手下做过学徒，不知道灵妃身上还有多少惊喜，等待着哀家去发现。 莫非儿臣保住了性命，却让母后不悦？陛下怕是宦妃一事惊吓过度，似乎忘记单独面见哀家时，是要行跪拜之礼。陛下身体尚未痊愈，不宜行动，尊太后宽宏大量，跪拜之礼就由臣妾代行吧。还轮不到你个贱奴说话。
穆宣爵，哀家毕竟是你母后，你别忘了是谁让你登上这个皇位的。当年人族攻破灵族圣地后，尊太后以灭族来威胁我们幻族，派出刺客使用幻族禁术，幻化成朔夜公主的样子劫杀了陛下母亲，嫁祸给灵族。这场悲剧的幕后主使就是尊太后。儿臣知错，儿臣不会忘了母后的养育之恩，儿臣牢记在心，永远不会忘记，望母后恕罪。哼，你给我好好反省，日后再敢顶撞哀家，你要自食恶果了。儿臣找到了杀害你的真正凶手，待儿臣将他的罪孽昭告天下之时，一定为您手刃仇人，报仇雪恨。对不起，陛下折煞臣妾了。刚刚陛下替臣妾解围，臣妾感激不尽。等一下，你随我去一个地方，我会向你解释一切。你是说，杀害你母亲的凶手不是我，而是尊太后？之前是我被幻想蒙蔽，误会了你。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当然，我们一同经历了这么多，臣妾以后会继续以妃子的身份好好辅佐陛下。我们的关系就止步于君臣吗？刘妃娘娘，陛下有请。这么晚了，陛下有何事召见？陛下在陈宁宫恭候娘娘，请娘娘换好衣物，速速前往。冬雪翩翩落。庭前，宫阙不为谁垂怜。一步一难，要多勇敢才能重现？记得呢喃，是梦是幻？横蝶与微暗，盘山星川，这一再花前。那样遥远，就在我眼前。棋局相见，宿命恩怨，也幻想与你并肩。倘若你愿赴约，此生也无憾。你是天地，不可及星辰。我是世间最渺小浮尘。那时窗前风起，满庭不落樱。